都是粉丝给你点的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酱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酱料都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关键就是这一勺豆瓣酱。我觉得拌面拌得好的男孩子应该都有对象了吧。淋上调好的酱汁，翻炒均匀，再来一点点睛之笔黄瓜，一口气我可以吃掉三碗的炸酱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